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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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下系一节特别新闻报道。我冇稿啊，稿啊稿。前晚网上疯传呢条亚洲六点特别新闻报道片，真系够晒特别啊！唔通终于都有新节目《哈碌新闻》？条片喺网上嘅 hit rate 仲高过平时啲收视啊！笑死笑死啊！执咗佢啦！哇，好数字啊！唉，冇计啦！亚视三个月内两度欠薪，阿执行董事叶家宝早排都话，亚视仲未向旗下700名员工发放11月份嘅薪金，涉及嘅款项1500万。寻日已经系第15日冇粮出啦，个个都人心惶惶。我冇稿啊，稿啊稿。粮都未出齐，唔怪得幕后姐姐把声咁惊青啦。亚视公关部寻日就新闻哈碌作出回应，话因为技术嘅问题，搞到内部工作人员沟通嘅声带播咗出嚟啊！技术人员已经即时处理，定系处理咗啲粮先好啊？等佢唔使咁惨惨，俾人玩啊嘛！